中华龙胆石斑料理隆重上菜，爱台湾架杠海米，无看真无猜。一片鱼片啊，然后一片那个金华火腿，每个把它的料全部都用鱼肉包块。对了，金沙麒麟小火腿，那鱼光这样看就很好吃。嗯，哇，好漂亮啊！石斑扣肉豆腐脑完整。那煎制大概要3到5分钟，因为都是鱼肉炸鱼饼，包着海苔，然后待会沾着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个辣酱，加一点腐竹，好特别，增加一点那个口感，可能咬到的时候会有一些豆子的香气。完成啦！龙胆石斑面线，富泰式鱼饼。最佳强卡赛第二站，夜灯不亮，众人心好累。大会如果掰出这个忘记庆生，那也太白目，对不对？怎么会掰出这种奇怪的答案？送分题，对，人间小夜灯。我觉得是 A。讲出道理出来啊，为什么 A 啊？对啊，怎么会是 A？ 宝贝，宝贝。哦 ，A， 宝贝说 A， 那你要怎么掰？我觉得我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地基主。哦，我要去那里。我们真的是每次问地基组，基本上都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地基组就是对的。虽咖强卡赛第二站，五星级龙胆石斑料理秀。好大只啊！是个小只啊。这个是我吃过最大的，听说有10斤以上了，这是幼鱼。你看幼鱼，你有看过龙胆石斑本人吗？这次对不对？是第一次吗？第一次。我跟你讲，一般都是桌子这么大，不可能。看过最大的，差不多到这边。那个不好意思，现在还没意见领袖。哦，你会怕对不对？啊，我今天换你了，是小夜灯是吧？哇，他成绩很好哎，他现在目前才40%哎。因为上次弹被昨天弹这边之后，我没有办法忘。我们到时候呢，虽卡有4个人对不对？第一名的拿2张，第二名的拿1张，最后一名的受处罚，而且穿一整集。没有啦，没有啦。第三名的拍拍手没有事，就这样子。等一下，对，这个单元啦。欢迎我们的三位来宾啊，陈水扁、曾伟忠、张立东，欢迎三位。欢迎欢迎，恭喜恭喜！来来来，专辑要拿来，专辑可以拿的，太好了，太好了！南宁的性命，哎，南宁性命是代表什么吗？代表什么呢？尊严。尊严，对，尊严就是男人的性命。我们就唱一首来听一下，唱一段，李芳姐。男人的心，不是纸糊的，伊千金，谁人比得过？情侣拢是爱太多，缘分已经梦难找。你的心已经翻也翻不回，爱你胜过我性命，伤心的悲。是啦。哦。因为你刚刚斗鸡眼的原因是。看到出神，听到出神的，听到出神，唱歌之投入。曾伟忠也出专辑啦！赞赞赞赞，陈哥，恭喜恭喜！这首蓝色中中文夫妻刚啊，这个好简单。这张专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没有？这一张其实曲风上还是有做一些突破，像这次有一些放克的曲风。你今天要分享哪一首呢？也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中文夫妻刚》。来来来来，加油！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闻到花开的香，就算失败不免惊，做你去享受风吹雨淋。我知影总会有一天会看到花开的红，遇到困难要更加勇敢。等天若光，又搁是新的一天。差不多。中午节。每天都有希望。对啊，不好的事情总会有一天都会拨云见日的。没有，漂亮，很正向。好了，这首歌第6张专辑。中午节。加油加油。好，好加油。啊，张立东今天宣传的是单身是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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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我以为衰咖这个是给我的，因为我来贵节目好像没有赢过，你就拖累今天的主角就好。
看，看你赶快出去，你是我的灯塔。好了，可以了，我们来吃龙胆石斑。哇，因为这个是好鱼啊，好鱼好鱼。今天呢，我们特别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式美味来呈现。欢迎我们的超省食宴客菜的师傅米泽师傅来，欢迎超省食宴客菜。我们用了龙胆石斑，台湾的龙胆石斑这么厉害，好，让我们来介绍一下。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台湾的龙胆石斑。其实台湾有石斑王国的美名，它从1970年开始养殖石斑鱼，到现在已经有50年以上的历史了。哇，超过50年了。而且高雄永安这个地方呢，它不但是最大的养殖区，它的养殖技术也非常非常高。像今天这个幼鱼啊，差不多重达10公斤以上，还是幼鱼，还是幼鱼而已，10公斤不是。那平常的时候呢，他们就以竹夹鱼为主食，所以吃起来的肉质非常的扎实，而且鲜甜。然后它外皮的部分呢也非常丰厚，所以吃起来非常的弹牙，非常好吃。它胶质很棒，胶质很棒，好，我们今天用它的这个中段的部分，它的刺身呐，菜名叫做金沙麒麟蒸鱼球，金沙虽然鱼已经片好了，对，好来做一下金沙麒麟鱼球，计时开始。OK， 我这边鱼片的话，我先抓腌一下。简单的抓腌就是加粉，先给它入点味道，给点酒，给点胡椒，是吧？那一定要带皮的，对，会有香菇，然后金华火腿，然后笋丁，对，很多。那我再加一个干贝丝，还有两个，哇，对，那把它稍微拌一下。它是跟鱼烧在一起当废料的，会汁。我会把它包起来，所以我会准备一个容器，然后用保鲜膜，让它，鱼肉片的部分就是垫底。鱼够新鲜才会这样子，麒麟是什么意思啊？麒麟的话，在中餐来讲，就是把它片成鱼片的样子，就是一片鱼片啊，然后一片那个金华火腿，然后还有香菇这样，堆叠的，一种生的菜，看到了哈，他每一个把它的料全部都要用鱼肉包，快点，然后45分钟哦，你不要再害人家哦，补牙。没关系，那这边的话，我就开始来制作我的酱汁，就是金沙。金沙酱在这几年蛮流行的，那配什么都很适合。对，包括现在连到金沙浓汤用金沙，是发泡之后它的香气溶解均匀之后，然后之后我就加米酒，然后再接着加了高汤。哇，高汤加不少。对，这个等于是一个酱，那这里面我就会加红萝卜，这就是刚刚师傅说的羹汤了嘛。哇，金沙的这边的蟹肉，蟹肉这么多，对，会蟹肉宴会菜，对。那个是丝瓜吗？是，丝瓜，它是丝瓜本人没错。待会要放在那个鱼球，哇，上面放鱼球。那接着这边我就是开始勾芡，就是打芡汁。一般我们中式不适合，不用的，不需要大滚，对不对？滚了再加太白粉水。这一阵子真的要多支持石斑鱼。因为每年的养殖期都已经排好了，所以这一批已经就养这么大了，然后没有办法出销出去的时候，这一批就是囤置的，那也会影响后面这边大家不敢养，对，以后的石斑也会再涨啊。熟了，对，因为我刚才有说过，我有一些鱼的，不然5分钟，说真的，这种宴客菜毕竟还是需要让它至少完全熟。对，当然了，被丝瓜我也是有把它预蒸过。哇，相信我在素饭的时候，师傅绝对不会很烫。因为镜头在拍，对，你要忍过去，怕被家人看到。所以你要不要先把丝瓜放在盘子上，你再把那个鱼球放上去？好，还有他的坚持，我也觉得，这样一变功了啊，对，一个功过去。对对对，倒数最后1分钟。刚好，我那个汤汁一直在，里面料也很多，对，料很多。哦，这样就有宴客菜的感觉。龙胆石斑真的很好吃，蛋啦，来啦来，最后有上鱼哦，哇，会上去，哇，这个颜色就漂亮了，哇，睡啦，哇，睡啦，这个真的好好吃哦，然后蟹黄嘛，对，那还有金沙，哇，这样好，然后螃蟹，漂亮，这样就完成，金沙麒麟就完成，哇，大菜，宴客菜。如此这一般，赢的人才吃得到，答对人才吃得到。OK， 请各就各位。来开始喽，准备，请助理。夏天来临，女性出门往往人手一把阳伞，请问选择怎么样的阳伞防晒效果的降温最佳的
A 内层黑色 ，B 内层银色。一选秀，请猜拳。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呀 ，A 黑色，银色它会反射，它表面很晒黑，大家会觉得说黑色是吸热，但其实银色应该是在外面，黑色在里面，它才会降温，因为紫外线出来，银色反弹出去，反而是里面黑色会形成一种对流。黑色会吸热，所以在阳伞下面是非常热，它必须要反掉所有的光线，所以里面当然是银色。嗯，银色。来，明灯。我觉得，因为黑色真的会吸热。B。哎呦，当然是银色。听你这个，中间选民请选择。五、四、三、二、一。哎呦，哎。老吴后来有机会哦。曾伟忠，你怎么会？因为银色是抗 UV， 抗紫外线。但抗紫外线跟降温可能没有一样的就是效果，可能那个伞就是自己把热吸掉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热。你看聪明的张立东怎么说？对啊，你为什么没有走？先把你的学历告诉大家。天大地大台科大，对，是好技术吗？对，那可是毕业的时候都会刺青，你知道吗？刺什么？刺一只老虎。再吃一只鸭，有吗？真的，但老虎去掉了，去掉。是啊，有些人在车子后面，因为老虎跟鸭英文是什么？猜歌大啊！猜歌大，烂。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原因留在这里？银色真的会把那个热给散掉嘛？所以它如果吸进来的时候，透过你看外层如果吸，然后内层再把它排掉，刚好就是啦。答案是。讲都是对的，对，就是银色的，银色会反射光，反而会更热，所以在颜色里面反而会晒黑。银色会反晒黑。突然刚刚讲的心虚的。所以我还是提醒你一下，刷有力哦，看一下那一书。我不要，那书不得了，我跟你说。整套吗？好了，好了。连 T 恤也要吗？太输了，我也知道是头发跟眉毛。来，鱼露和那个仙草的味道还蛮搭的。你要看看，我记得。哎呦！哦，喝太久吧。很腥哎！你刚说什么？不是很搭吗？不是很搭，可是它被整个那个咸味给压掉了，完全不搭，不搭不搭不起的哦，再给我换一个。看龙胆石斑的咬劲啊，对哦，好扎实哦！我跟你讲，好恶心啊！龙胆石斑是螃蟹，那个它形成一个恶心的薄膜。先等一下，你有没有？你们不要先讲，不要嘴，你会闻到了。我现在就是要看那个东西，忘掉这个，你们一直在想那个。看这边呢，金沙上去之后，它整个跟螃蟹又做蟹脚做结合，所以它整个都是螃蟹。你乍吃，你知道是龙胆石斑没错，但好像吃到那种大致的蟹钳的感觉。蟹钳子，哇，有蟹钳子的感觉，蟹钳那个更大，咸度够吗？够，刚好，对，刚好，陈哥，你问他咸度够吗？我都一直觉得很咸，好咸，咸到现在都还在咸，一嘴咸，我怎么问人家咸度够不够？对呀，我们的是刚好了，掌声鼓励，好，谢谢。五星级龙胆石斑的料理秀呢，今天有两位主厨要带来不精彩的内容，欢迎邱宝龙师傅、陈佑胜师傅，欢迎。先从邱宝龙师傅这边开始，带了两个二厨啊，千里眼顺风耳，七爷八爷，哎，的菜名叫做石斑扣肉豆腐脑，是咸豆花就对了，好大眼，它是块状的，请看示范，好厚哦，把它切成像扣肉一样，对啊，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啦，因为你现在买的话，他帮你切片切好，对，然后盒装也帮你弄好，那真空包，今天我们的领袖奖就是一整组。哦，哇，哎，还有石斑鱼呢，好棒哦！删掉的都帮我加油。你加了什么抓盐？加油，师傅加油。不是啦，锅子加油啊。这里面加了酱油、米酒、盐巴。他怎么会去玩这种梗呢？难得接到了，总会有对，总有旁边有夹。哦，你会先煎再下去哦？我稍微煎一下。哦呦，记得要翻哦。你哎，王德马师傅。你帮我用另外一锅加油，好，你也是，我帮他解做这种，我不能。
错，你不行，你油在那里，我比较高级，油在那里，好了，在那里是油在那里，梅干菜我已经洗过，泡两三次了，去除它的咸味。所以把一些沙给洗干净哦。对，火要大吗？是要大火。通常梅干菜要买，就要去哪里买？干妈店。用那什么干货店？干货店啊，要找干货店才会有。市场有时候也会卖的。有了，你这个整个石斑两面煎的效果已经出来了。哦，加冰糖。对。让它融一下嘛。对。加蒜。吹一下，这个吗？好。轻轻的。那鱼光这样看就很好吃。现在是最 Q 最嫩的时候，这大概四分熟吧。我有加辣椒，辣椒，然后还有青葱。啊，有姜片吗？有，刚才有姜片，啊，把它加进去，里面就有蒜头、辣椒、葱段，然后炒一点冰糖，葱姜蒜都有啊，都有。哇，立冬帮我拿米酒。好，这炒好的梅干菜，我待会要把它塞得满满的哦，然后上个保鲜膜下去蒸，那用大火蒸半个小时，然后味道完全入在一块儿的。是是是是，好，待会过来，陈佑森师傅，两个姓陈的，哎，加油，双陈，双陈记，来带来的龙胆石斑料理叫做龙胆石斑面线附泰式炸鱼饼。哦，你要做两种啊？对，那一开始我先请随意哥帮我切这个泰式烤鱼饼的这个料头部分。切东西我可以了。对，然后我就准备这个龙胆石斑的青肉，加上这个鸡蛋跟还有泰式的这个红咖喱。随意哥，啊，你今天是当二厨，你要切慢一点哦。哦。你不能把它当做 PK 赛，对对对，我没有在 PK， 像上次 PK 可以切这么快，我第一次来当二厨哎，第一次吗？而且五星级料理秀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真的，因为通常你来都有在比赛啊，对啊，我都让你来不让你不做菜，让你不做菜很尴尬。不是，我切了这个东西我好开心，我说想说今天不用煮哎，对，这时候就一点米酒跟白胡椒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调味，那主要风味还是来自于那个红咖喱的酱汁。米酒下的量只要两茶，两匙。对，肉真的很拼的。那打起扣扣扣扣扣那个声音扎实的。所以它里面有红咖喱，所以它这个鱼饼它吃起来就是本身是偏辣的。然后我会沾那个泰式酱，就是花生汤、泰式调，然后四季豆跟柠檬叶这样。好酷哦，这样。然后跟那个肉丸一样，要那个摔一下嘛。对，稍微摔一下。我待会先示范一个在这边煎，然后待会我来做这个酱汁。今天酱汁呢，其实就是做一个比较经典风味泰式，会用柠檬香茅切碎，是拉叉，再来是鱼露一点点，还有蜂蜜。鱼露如果不够的话，我们那边还有哦，那个处罚区有很多。好，那再来是一些柠檬汁进来。啊，你沾到眼睛了？混掉，混掉，混掉。哎，玄和电子啊，就钢筋嘛哦。你放什么？我刚刚放了这个是香菜碎，香菜碎跟砂糖。然后因为这个泰式酱汁一下下来调的时候，其实非常浓，还是要加一点水进来，调它稍微稀稀，可以先泡着就好了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煎这个鱼饼的部分。我先念几道，就这样子起来，在家里其实可以去玩它，亲子的玩它，对，这样子。哦，就像那个花枝饼跟那个虾饼一样，那么大，哎，这样就可以了。那煎这大概要三到五分钟，因为都是鱼肉。哎，嘛是溜达的吼。像有一次我老婆在开跟客户开那个菜单会议啊，然后她就说，这个炸鸡腿没问题啊，然后那个委员就说啊，客户说没问题，那这个手工薄起肉丸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嘛。是是是，结果大家都没问题。对，然后他回来一用手机一查，然后突然好想挖个洞自己跳下去。那我刚刚加的是那个龙胆石斑的鱼骨，你在笑什么？跟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跟1:1的水，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面线糊的高汤，所以要加这个柴鱼片下去。那等它滚的时候，我会加这个红面线。那台湾红面线再买的话，如果你可以先生吃一个看，如果它非常非常咸，建议先洗过。对，先洗过了。我要把听说，可是上谁？哪个师傅示范的？还是你？还是阿基师说买这个东西买回来，其实不管怎么样都要先洗一下。还是要洗一下，要洗一下，因为他们是晒在外面，其实灰尘的部分有一些会烫过。但是重点是，好像邱师傅那边有试吃，有这种试吃的。那我们走吧。邱宝龙师傅，试吃什么啊？很厉害的东西。吃这个鱼皮啊，鱼皮，哎呦，
哇，很厚啊，这个炸过了是不是？对，我再待会再抢速一下，跟地狱破一样这样子，非常厚，哇，很像咖喱咖喱。那会有蘸酱吗？没有，我会用一点点柠檬盐巴，柠檬盐，对对对，好，柠檬椒盐，好，来，请各就各位 ，Let's go， 双方人马请就位，玩游戏，好，准备，请出题。夫妻生活中常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磨合。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其中一条法律竟是规定丈夫如果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违法。 A 忘记妻子的生日， B 擅自帮妻子脱衣服，剪刀石头布。来 B 好，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接近赤道，非常热，衣服上本来就没有穿几件，这是他最后的领地，现在的裂鬼，对吧？裂鬼没晒，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尊严，这比较特别，所以我选 B。来，如果说答案是 B 的话，我们的大会如果掰出这个忘记妻子生日，那也太白目，对不对？怎么会掰出这种奇怪的答案？送分题，对，所以他一定是这个是正确的答案，他想一个好像似乎有可能的答案，让你去，你知道，让你去混淆。来。人间小夜灯，我觉得是 A。讲出道理出来啊？为什么 A 啊？对啊，怎么会是 A？ 讲完了，那你怎么不是 A 就怪到这边啊？我们想知道哦，就是他忘记他生日，法律哪会知道？哦，那所以是 B 嘛？三二一，我要 A。脱衣服也不一定知道啊。好，他选择了 A。他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选择了 A， 中间选民请选择。我这次想来这边。这里啊，你们两个怎么又来了？张立东来，台科大，台科大。他是岛国，他是萨摩亚，对不对？所以你问他说，你知道妻子的生日是哪一天？他就说萨摩亚，他就不行。你说的是什么呀？萨摩亚，什么？你有罪。哦，看来答案非常的清晰了。什么呀？你为什么？对女性的一个尊重，跟这个岛屿，它要保护女性，它该有的这个。人民的性命啊，陆地的尊严啊，太尊重了。对，现在只要知道你们俩跟着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是，答案是 A。吓死了！好，萨摩亚独立国，萨摩亚中了。对，萨摩亚独立国的法律为了保障女性的权利，规定如果丈夫忘记妻子的生日，妻子可以向警局投诉，而警局就会向丈夫提出警告。那如果丈夫下次再忘记的话，就送到监狱里面去。哇！耶！我战战兢兢赢了第二局。心脏好痛！来来来，吃鱼皮，来哇！筷子，哇，这个鱼皮，来呗，赞！这一点汤哎，来，基本上跟猪肉泡很像，但越嚼越香，但它没有猪肉泡那么硬，因为猪肉泡如果炸到这个里面都没有油的话，会非常硬啊。它里面有油，几乎是没有，没丁哦，很脆，然后你一咬，再咬两三下，它那个鱼那个油就开始溶解，那个香气就跑出来。最妙就是你在咬越久，它外面那一层皮，它是可以让你嚼很久，慢慢去咀嚼它那个鱼的那个香味，好好吃哦，香啊，开胃，还可以继续哦。我们好续盘是不是？我跟你要负责收盘子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市售或自己做的豆浆，把它煮开，煮开原味豆浆，对，原味的，煮开以后，在家里呢就用比较简单，就是买市售有那个豆花粉，但是豆花粉比较像是吉利丁的感觉。对，豆花粉就是有用一点点水去调而已，需要边倒边搅拌吗？不能搅拌，不能搅拌，不能搅拌，对。它现在就是它为什么这样冲呢？它是在冲的过程当中让它刚刚滚动就直接均匀，对。它如果一搅拌，它就会分开，哦，而且开始凝固了。很多豆粉是这样做，好酷哦，很多豆粉是这样做。陈佑生师傅有事吃了，来试这个泰式酱，刷在这个法国面包上。阿迪老板，请这位。今天我们的在吃成品前的最后一题了。好，接下来就要吃面对成品了。来，请助理。工时一旦变长，容易让人感到疲劳。日本就有厂商研拟推出何种物品，
希望改善上班族的工作品质。 A 站着就能睡的直立式午睡胶囊。 B 不再打哈欠飞机式供氧机。剪刀石头布。感觉我为什么又猜赢呢？不好选啊。宝贝了，宝贝了。哦，宝贝说 A， 那你要怎么掰？人累就累，你的细胞里面是需要养分的，光靠吸氧就可以供给全身，你就再你吸完就这样子，就保持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气应该有，我觉得气它的别的成分，我觉得这个成分应该不单纯，所以我想他们的寸土寸金应该好让他能够找个地方舒服的睡觉，应该颇难的吧？答案当然就是 B。任何的工厂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放那么多的胶囊，啊，那几千个你们都几千架，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很简单，其实也不是，它就飞机是因为飞机是那个急救会掉下来嘛，飞机上那个掉下来那个，哦，需要就拿起来吸个氧，精神来 就拉下来吸，就这样子，然后的人就可以继续工作。对，好，来，小叶，小叶灯，我觉得我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地基组。哦，我要去那里。我们真的是每次问地基组，基本上都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地基组就是对。会有可能这一次地基组跟你开玩笑吗？不会，盲从。地基组的经验里面，他是跟我开过玩笑的。对，而且他是综艺之神哦。哎呦，不要管我。中间选民请选择。哇，三二，哎，科大的朋友，哎。很明显啊，因为那个我觉得因为日本是属于比较会开发那种比较猎奇的东西，所以他那个画面感一定是很好笑的。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他一个公司大概只有一两台，对，你要填，你要先轮流申请，你要预约，我要睡三点到三点半。一个部门会有很多的同事，那在这个部门一次只能睡一个，不可能全部人都累啊，那你这个公司就不用做。而且有时候只要睡15分钟就可以。对对，真的有时候很累，所以说不定猎奇考绩不能超过20分钟。答案是，哎 ，yes， 看到没有？对不对？睡睡睡睡。综合外媒报道，日本家具商与胶合板商合力推出一款午睡胶囊，并计划将其放在办公室里，员工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去小睡一下。希望日本上班族能够建立更好的健康的办公室文化，更外观像一个滑光滑的热水器。人们是在里面以站立的方式睡觉，内部可支撑头部、膝盖跟臀部的设计，让你就用的时候不会摔倒。嗯，大型暖炉啊！哎，那可以考虑有些人的祖坟，那其实是个哦，对不对？谢谢地基组。你还希望他再走出来是吧？耶！谢谢地基组。谢谢谢谢谢谢。耶！猜输了，不然我一定会选 A。来来来，这次大会的逻辑是这样。香茅味，待会还要吃这个沾鱼饼的样子，所以先用那个法式面包去让你们想象一下，辣吗？很搭。然后我要准备收尾了，这样。那目前我请随意哥帮我把这个炸鱼饼包着海苔，然后待会沾着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个辣酱。哦，你都算的，那对了，我还好了，但他们顶不住啊。对，但它是好吃的，好吃。二厨。你们可以回去哦，我回去了。你那个是豆皮，对，豆皮加一点腐竹，好特别，增加一点那个口感，可能咬到的时候会有一些豆子的香气。詹姆斯最喜欢腐竹了，他这一道的话应该会好好选吧？你刚刚倒什么？黑麻油，黑麻油，对，黑麻油，然后一点胡椒粉。我怎么没吃过红面线加麻油的？白面线比较多了，嗯，白面线。给它勾芡的，对，再稍微勾个薄芡，它其实已经稍微出，其实有一点勾勾。对对，我还是给它勾一下，让它有滑顺感，对，滑顺感，然后鱼出水了之后，它不会把它回水这样子。好，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再盛盘喽。不要烫手哦。然后高处往下，你没有去看过挖米船怎么卖，拿起来要海。这么高？对啊，没在一起海。对啊，挖米船，然后这边咔，然后抹布一擦，给，给一汤匙的醋。好了。开始调颜色了，对，放一下龙胆石斑面线富泰式鱼饼搭着吃，那个黑醋那个味道很真的很就完成了，完成了，龙胆石斑面线富泰式鱼饼，小宝老师们要起锅来这边请，还有吃哎，我待会这个吃啊，我这个吃要抓毛线淋上去对不对？对，
哇，碎了，哦，好漂亮啊！乍看人家就是控肉，我们要自烧。你那个龙胆石斑只有自烧而已吗？自烧待会还一样用那个柠檬盐。我人生第一次用自烧这个动作。啊，真的啊？还是以前如果拿到那个喷枪，通常都是喷那个木炭。对啊，要烤肉用的。豆腐脑，豆腐脑。真的耶。真的。啊，豆花，耶！哇，看起来像奶酪，这质感像奶酪，对，嗯，就接近奶酪了，很嫩，酷哦！因为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了。哦，精华，哇，哦，这个漂亮，盘子烫，对，哇，这个哇，你喷了那么多啊，就用三片。因为那个不是很熟，我待会喷熟一点。是是是，师傅不好意思，是让您不熟了。其实蛮不熟的，这第一次。石斑扣肉豆腐脑，完成。非常的感谢来自高雄永安区的龙胆石斑啊，我们这个苏班长啊，苏班长，谢谢。凭借着非常优异的这个养殖技术，把这个龙胆石斑呢养得好好的，妥妥的，能不能安然度过难关？可以的，来各就各位。好了，准备吃我们的成品，先吃陈佑琛师傅的龙胆石斑面线，附泰式鱼饼，还有碗啊，请出题。每年的7月17日是世界表情符号日，根据统计。18到24岁最常用的表情符号是红色的爱心图案，25到44岁最常用的表情符号是笑哭的图案。那请问45岁以上最爱用的表情符号是？这个还是这个？好的，对，请猜拳。我是爱心。剪刀石头布。是有。哇。哎，这个。好不考虑，因为我就是这个他。我永远，我想 end 掉这个 conversation， 我就是这样。我最清楚我自己45岁以后，任何人的生日我是越来越在乎。你真的，陈哥到现在我们各种群组都会，对，只要是我知道他的生日，我一定会致上我的祝福。他又是第一个哦，然后会让你知道你还活着。嗯，我活故我在，所以我觉得我祝人家生日快乐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太开心，我这好像是采访。他一般都是先 po 这个，我在后面就会讲。小夜灯以我妈来判断，我妈妈啊，我妈妈就是在。我怎么办？我好想我错，因为他在这边。来，周俊选民，请选择。你是不是很故意？哎，哎呦，哎呦，你不要立冬，完了，他来这里了，台科大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这太赞，太理所当然，太理所当然。这个爱心，这个哭，这个东西都比较常见啊。他突然给你一个蛋糕，那一定就是蛋糕啊。不是不嘞，反正就是鼓励嘛。然后觉得开心哦，赞，不错哦。觉得不好啊，你也赞好了，就这样。他总会，你总会，你儿子跟你讲什么，你就给吃蛋糕啦。哈哈哈哈哈！太对，给你哭了。你把蛋糕讲的是骂人的东西啊。我祝你生日快乐！你假给人哥了，假给人哥了。他如果出题目，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努力那个，我跟你说那就难。啊，就难就难，那就很难。对，加油加油加油！答案是，哟，一翻两瞪眼哦，赞啦哟！我细长。冰啊，冰啊！蛋糕蛋糕，生日快乐！我怎么也跟讲蛋糕了？那我可怜啊！站在第三名，还第三名而已，我甘愿。这一题只要卓文萱输，我没有意见。平手了，耶！承担承担。为什么你会拉回了？什么逻辑？太棒了，太棒了！卓文萱，你再错你就再错完蛋了，再错你就屌了。哇，我还伤过啊！碎了，来哇，那我换你一个酱汁，碎碎碎。这个其实建议先吃什么？可以先吃鱼饼，然后再鱼饼。对，哇，好甜哦，这边。因为概念其实就是鸡排沾面线糊，然后再好饿啊！你这时候会觉得很刺激、很辣，然后你就可以赶快喝一口这个比较清淡的汤，这样渐层这样。我觉得口感偏紧，
扎实，因为手工越咬越香，手工的。咖喱香味明显吗？明显，明显。有花生，花生糖在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脆脆的，它整个爆开，香气在味蕾整个结合，非常的香，很妙哎。它这个辣辣的配上花生，然后它的酱，它这个酱很重要，没这个酱的话，你大概不耐吃。我了解一下，你们是不打算吃面线的？你在吃一道效果很好。其实面线的灵魂是最后上去那一坛子的无处，可以吃面线刚刚好，对，可以咬那个肉，然后那个鱼肉啊，因为龙胆石斑它饼本来就比较扎实，对，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鲜的。哦，龙胆石斑那个 Q 配上它面线是比较偏软，龙胆石斑刚好熟，然后呢那个 Q 跟软中间那个搭配感很好，好好吃哦，掌声鼓励，谢谢，赞，谢谢。关键了，目前我们的人气指数10-10，嗯，靠最后一题，然后萱萱不能再错，全加油，第几组我跟袁博士同分，来两边请就位，最后一题，请出题，警察是人民的保姆，但一不小心也会惹祸上身。日前日本一间警察署有成这个警员就做了什么事情，害自己引罪上身。A 请嫌犯抽了一根烟 ，B 偷吃嫌犯的便当，哇，剪刀石头布，哎，这简单了吧？这个就是偷，偷当然有罪，对啊，他是嫌犯，所以吃他便当没关系吗？不行，他偷吃嫌犯的便当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已经比较容易引起视听了，我最后选 B， 来。警察答案当然是 A 啊，请嫌犯抽烟，你在电视上看到，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是警察私底下做这件事情，但其实法律是不允许，因为你不能跟他不能有太多类似像私相授受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哦我因为给你一根烟或干嘛没有，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只是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大家都在犯一样的错，太不应该。那但后来发现，哎，其实为什么不行？我讲成这个样子，对啊。小叶好会引导，你现在是不是心中有疑惑？来，贾文，贾文，为何我的兄弟们都要如此对待？违法，违法，因为你60%很重要。好难啊！真的好难啊！我不要60%！不要这样想，我也很希望你是60%。你教错了，我觉得是 B， 贴个字而已嘛，请过去。我觉得是 B， 那为什么？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呢？你要先过去啊，头皮发痒的。不能讲完再过来吗？因为 A 真的太常发生了。可是便当怎么又可以用偷的呢？对啊。中间选民，请选择。哦，哎，我们要不要让他孤独一下？哇！哇！这完全没有任何人过来，他更孤独了。陈水义，而且好像本来就不行啊，不能跟嫌犯有那种太多的交流。你多少？你把68拿出来，表示已经知道他错了啊。不会拿，那我拿另外一个。对，这样他就这样就没有悬念啊。哦，对啊，你说我拿60%。答案是 B。真的假的？哎，开心了吗？30秒前，我真是尽力，已经可以回应了。哎，我只错一题，吓到，还不错哎。对啊，但是人我比较多。对啊，你人比较多，来说明。日本群马县管林警察署发生令人傻眼的案件，由于有个嫌犯吃便当总会剩下很多的剩菜，什么？当时任职的21岁巡查长就把偷偷的吃掉他剩菜的那个便当，把他剩菜都吃掉。为什么要吃啊？他可能觉得不想浪费啊。而某天他就先夹走了便当里面的秋刀鱼，哦，然后结果这个便当又刚好，因为他本来就认为是他会吃到，结果这个便当派到别的地方去了，被别的小那个嫌犯吃到了，啊，别的嫌犯吃到以后，当然就是说，哎，我主菜不见了，哎，这件事就收不起来了。你们两个要小心啊，怪你们两个。哎，好像现在你才收起来哈，秋桃姐来喽，秋桃姐来喽，耶。
现在有个人陪我，两颗三饼，哎呀，来来来，哇，哦，我豆花粉做出来的豆花真的很像，很像奶酪，咸豆花，很像奶酪的质感，卡士达那样，很慕斯那个口感，跟那个梅干菜一块的，蒸过的，蒸过的，嗯，很大块哦，但是小心还是会有一点刺。我想要特别讲一下，这个龙胆石斑的皮一直都是最好吃的部位，然后用这种梅干风肉的方式去做，它吃起来非常好吃。哦，盖在上面这些肉，这就是石斑肉，像什么味道？你知道？像什么？像上海的熏鱼。嗯，哦，嗯，哦，比较接近，因为那个梅干菜的香梅干菜，梅干菜。我觉得炙烧这个也很香啊。嗯，炙烧，炙烧，掌声鼓励，很棒。今天那个苏班长，苏班长提供了领袖奖啊，有鱼有肉的，詹姆士独得了，好吧，恭喜恭喜！好了，来郑伟忠先来。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伟忠，在七月七号发行我个人的第六张台语专辑《中的有一天》，希望这张专辑一样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正面的能量，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大家一起热血起来吧！哎，很好，陈思义。啊，随意的，今年新专辑《男人的性命》七月五号发行，然后也是我们三立八点档啊，这个团的片尾曲，大家支持哦。这是我们的来宾，谢谢主播，谢谢。来来来，记得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祝全台湾喜欢吃龙胆石斑的朋友天天健康又幸福，晚安，再见，拜拜，拜拜，谢谢。食神海陆生死斗，赌上尊严，求求求！刚刚有些炙烤的香气，我中间有包普里的节瓜跟茭白笋。阿娘味哦！哎呀，这个有辣到票喽！很少听到年轻女孩讲阿娘味，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嘛。哇！我想当花瓣。这个香气也没有很大帮助，但是视觉效果很棒。这好像是个仪式哦。啊，撒花就觉得恋爱的感觉。今天这个鱼酱，天哪！比较特别是这个鱼子酱，它不是真的从鲟龙鱼肚子出来的。你看这东西，我平常都没有听过的。型男双色来较量，面子里子我都要。哦，因为它是手，所以我需要它的肉而已。哇哇哇哇哇！天哪，这个花渣粉呢？那个寿面蟹应该有一只的量吧？超过了。它里面有多少的量？你太夸张。他为了这场即将要被救起，要珍惜哦！这一集录完之后，再来的两三集的主持人都萝卜干了哦。从头到尾，我一直欧到尾哎。一起闭眼哦。喜欢这边的各种的食材，跟师傅长相没有关系。更多的精彩内容，请锁定《型男大主厨》。